Statusbericht. Hier werden wir uns nicht lange halten können. Jemand muss da raus, uns einen Weg suchen. Schicken Sie Hartmann. Wovon zur Hölle reden Sie da? Der Mann ist nicht in der Verfassung. Vertrauen Sie auf unsere Stärke. Das waren doch Ihre Worte, oder? Keine Schwäche, keine Sentimentalitäten. Oh ja, dort nochmal. Sie sind zu wichtig. Das können wir nicht riskieren. Und ich bediene das Geschütz. Dann mache ich das eben. Nein, Sie müssen fahren. Aber Hartmann, der ist doch eh angeschlagen. Austauschbar. Wollen Sie ihn wirklich da rausschicken? Hartmann! Ja? Steigen Sie aus dem Panzer. Suchen Sie uns da draußen einen Weg ins Freie. Ach Gott, nochmal, Müller, nein, der Mann ist nicht in der Verfassung! Bitte, Peter, ich kann wirklich... Raus aus dem Panzer, Hartmann! Ich möchte, dass Sie Ihre Pflicht tun. Und das gilt für jeden hier. Hartmann, wo ist der hin? Der desertiert. Das wissen Sie doch gar nicht. Ruhe. Hören Sie das? Bewegung auf 9 Uhr. Und auf 12 Uhr. Gott. Bringen Sie uns raus hier. Wir können doch Hartmann nicht hier lassen.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老戴解说的《战地五》。关卡刚开始，前方将出现大量的盟军士兵。盟军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的只有火箭弹。火箭筒，其他没有任何的，像枪打在这上面，这个挠痒痒都没有，就擦掉点油漆而已。在战地一当中也有一场坦克战，那场坦克战的难度要远大于本作，因为那场坦克战是野外的坦克战，掩体相对较少。实际上细数下来，在二零
2005年之后的二战游戏实际上是屈指可数的，比如说COD 二、COD 五，然后就这个，然后 COD 十四，然后战地五，然后战地一，就1942，还1944啊，忘了，也是二战题材的，二战题材的游戏啊，实际上大作真的不是特别多。这边有一个反坦克炮，尽快把它给干掉，因为数量较少，我们一正面接炮可以接好几炮，所以说威胁不大。两炮干掉我一半血。修一下，修起来还是很快的，一次可以修25格的血。论交通工具，理论上这个坦克啊最安全，它不怕撞车。还有跟观众们说一下，虎式坦克每百公里耗油，应该是柴油吧？百公里耗油，如果是在公路上面开，1小时450升；如果是越野，在一些越野地形当中，百公里耗油650升。大家想想看吧。Bringen Sie Stefan wieder zum Laufen. Ich schlage mich zu den Flugabwehrgeschützen durch. Du bist verrückt, Peter. Außerhalb des Panzers war die Welt unmittelbarer. Der Geruch, Blut und Tod. Ohne meine stählerne Hülle unterschied mich nichts von den Leichen in den Ruinen. Ich war keine gedankenlose, allmächtige Maschine, sondern einfach nur ein verwundbarer Mann voller Fehler.我们在这儿拿出手雷，稍微捏一下，捏一会儿，手榴弹，然后一下炸掉4个，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逐个点掉，下去。这个喷子威力很大哦，不像有的喷子，这个射距很远，哦很近，这个射距还是反正蛮厉害的，这把枪用起来。然后地上面还有一些子弹我没有捡，我们尽快第一时间冲上去。这个地方是比较要打点小战术，可以稍微打快一点，如果我们上去慢了就比较麻烦。我们在这边拿上火箭筒来一发嘛。哎呀，谁打到的我？还是我自己炸到了自己？这不对呀，一下80个血没了。然后我们在这儿换一下枪，这一把枪刚刚捡起来只有6发子弹，我们之前在地上是有一些子弹没有拿的，就是要来补充这一杆枪的弹药，因为待会儿的场景里面敌人位置比较远。 OK， 我们现在补上了8发的子弹，好，可以走了。但是我不应该带喷子的，我应该把另外的那把枪啊带上，再加上这杆有瞄准镜的步枪，虽然不算狙击。然后在这儿呢，飞机会攻击我们，火箭弹、火箭筒会攻击我们啊，特别疼。飞机又秒不掉我们，但火箭筒如果给它打上来啊，是秒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好好躲开的情况，哎，打过来了，还没有。这种距离100米开外的距离，敌人如果站着不动还好打一点，如果跑来跑去，几乎没有可以打中的可能性。或者说很小吧，可以打中，很小。特别是敌人跑着跑着他又不跑了，就比较蛋疼。如果你沿着一条路往前跑，打打有点经验，打打预判还是可以的。但是他跑一跑着停下来了，那就比较恶心了。飞机还会对我们进行进攻。在前面的那个场景
包括这个场景我们都是可以无声的去完成任务的，就是说完全潜行。我们现在的目标要前往前面的这个防空炮，去把刚才把我们坦克给打瘫痪的这个飞机给干下来。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偷偷摸摸的到防空炮上去的，但是我个人是没有试过。游戏里面是有这样面是一个挑战的，包括前面的我杀了六个人的这个场景，以及这个大开阔的场景，我采用的都是强攻的形式去战斗。这个地方敌人不大会过来，但是如果血少的时候，最好不要在开阔地待着，飞机会对我们进行进攻的。虽然不是准头不是那么好，不要问我为什么打到的，反正就是打死他了。好，这个时候就可以差不多可以上去了。神枪法，慈悲枪法。好了，没什么人了，现在上防空炮干掉那几架飞机，总共三架。接下来是个难点，就是一定要背清楚搞清楚虎式坦克到底哪边过来的，然后这边换上炮，管他能不能打中的，先来一发，能打中最好，打不中拉倒，刚才肯定是打中了。到侧面上去，在上去的途中可能会被打死的。我们坦克的血槽在右边，左侧是人的血槽。这些小机枪打我们会伤血伤得很快，因为它射速比较快。稍微等一下，还有61个血，这些小坦克打我们基本上不怎么伤血，5个5个的伤，正面接炮的情况下，所以很扛打。再来一下，不打他也会被烧掉。本关卡最难的难点就是这一块。最主要的就是要第一时间的赶快上坦克，如果一开始没有第一时间上坦克，可能会被外面的这些杂兵给打死，以及这辆坦克没有我们操作的情况下会被敌方给打炸掉。Das ist die Basis. Was jetzt? Geben Sie mir Deckung, wenn möglich. Ich suche die Dokumente. 在这儿又下了一趟卡
坦克。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潜进去的。我们已经潜了那么多级了，窝囊气我不想射了，直接拿枪干按干。然后这边，当我们面对的是纯正的美式英语的时候，然后我们要痛下杀手，你知道吧？感觉总是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以前玩二战游戏扮演的大多数是美军，或者是一些欧洲，反正就是盟军吧。然后如果我们不第一时间下去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右侧会现在这样大概刷进来四五个敌人，那我们就把他们给切掉，差点给他们打挂了。这杆武器好像在吃鸡里面是有这把武器的，俗称大盘鸡。说实话，我个人对于吃鸡上面的枪感，我个人是不喜欢的。战地的枪感我比较喜欢，比较舒坦。而战地的吃鸡模式要等到2019年3-4月份的时候才能出来，我也是服了。好 ，OK， 敌人清完以后，子弹捡不捡无所谓。然后我们到二楼去拿文件，销毁机密文件。说好的销毁机密文件你怎么收起来了呢？然后出来以后，在这个口子的地方会有敌人杀出来。我们这边房间里面很稳妥，有掩体，忙扫两枪，因为他那个地方很窄，反正敌军就在这门口逛来逛去的。手雷稍微躲一下。竞技游戏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的一个游戏。因为竞技游戏就是把其他人杀掉，人家心里好难过，然后我们获得心理上的愉悦，知道吧？就是这样。利己的话就是一点 KD， 杀人的那种快感，然后人家心里好难过，你知道吗？就是竞技游戏，哈哈哈。Shermans, vorrücken und angreifen. Guter Schuss.这个地方视线特别不好，啊，很危险。火箭弹因为它不是正面向我们进攻，它是像下雨一样朝我们进攻，我们赶快躲起来，我们差点被打挂了。呜，哦，因为火箭弹的弹药，就是说这个子弹过来跟下雨一样，五六发六七发一次性向我们进攻，稍有不慎就变成个尿性了。前方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让我们走，那我们就走了。哦，左边还有一个，你这个小馒头。哦，不是小馒头，哦，是小馒头。
Der Schuss ist abgeprallt! 我网上查了一下，日军在整个二战当中，他们投入战那个坦克的这个数量很少，就1000多辆，而且都是那种15吨的小铁皮。如果这种坦克开到了亚洲战场了，我的天哪，压也把那些坦克给压平了，不用炮。然后美国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当时的国军也给了我们一些坦克，虽然数量不是很多。OK， 本章节故事战斗就到这儿，大家看故事，下一集将是最后一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见。Dieser Idiot! Halten Sie den Mund! Er hat seine Pflicht getan, wie befohlen. Seine Pflicht? Nein, er war ein Verräter. Einer von uns. Fahren Sie weiter zum Hauptquartier. Kommandant, was ist hier los? Ich werde es herausfinden. Sie reißen sich zusammen, Schröder. Oh mein Gott. Es geht alles den Bach runter. Mensch, Peter, was machen wir denn jetzt?